太香了啊！南京四月一日啊，展会，七哥开的是啥？嘿嘿啊，马上到我们的百姓二手房车展厅了啊，各位。一，请在首日进馆。就位啊，就位啊！咱家镇店之宝全部到场啊！哎，就在这个驿馆啊，嘿嘿，这车贩子牛逼吧？中国第一个进入展厅的二手车贩子啊，房车展，这台叫 RG10 啊，哎，十多个啊，大考斯特啊，嘿嘿，这个玩意行啊，48伏双发，1000里电1500的太阳能板啊，哎，正在洗车，哎，我这个宝宝巴士啊，这可爱啊，可爱到疯。上汽大通啊 ，V100 山居最高配，48伏啊，法雷奥，这个厉害了，1小时充电6度啊，怠速1小时6度电。哎，瑞虎 T800，这个、名牌产品啊，瑞虎 T800。4月1号啊，4月1号开展，我在这里等你啊，再见。